荣耀发财快报，大仙什么都知道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准时收看《荣耀发财快报》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张大仙。以下请看影视板块报道。炎炎夏日带给我们的是热得发慌，带给宫本的却是心里拔凉。作为峡谷代代削弱的对象，他已经削无可削，于是在重组的 CG 中啊，他对象阿通被削了。但难受的不仅是宫本，还有我们呢。很离谱，他对象没了，我们哭得比他还伤心。但这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可以发愿呢。喂，女娲娘娘啊。啊，对对对，我是大仙。你有一个阿通的事有消息了吗？什么 ?cos 高见你也唱最强王子参见就捏。啊，你说什么啊？我这信号不好啊。哎呀，什么460啊，我真卡，先不说了，挂了。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他们的爱永垂不朽就够了。啊，重不重生什么的真的不重要了。那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移到皮肤板块。本台外派记者报道，近期王者音乐剧如火如荼的进行中，看音乐剧还能附赠新元皮肤哦。音乐剧主角是药，还有庄周、公孙离、明世隐、李白、姚、云中君、东皇太一亲情参演，反正各个地区啊，该来的不该来的都参加了，送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，最重要的当然是阿离无限欣赏官的新元了。她是年纪轻轻就 C 位出道的黑发兔儿女孩，她作为舞蹈担当无不干净利落，丝毫不拖泥带水。姐姐手里也握的不是伞，是太阳伞。姐姐的战场不是舞台，是绝育路。穿最美的衣服，打最绚丽的伞，用最黑红炫酷的特效，在绝育路挨倒数第二毒的打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每周五讲问答，倒数第一是谁？那言归正传，这是看音乐剧附赠的皮肤啊。目前音乐剧仅在深圳、南京有场次，具体附赠的福利共有6项。这对啊喜欢看音乐剧的观众来说啊，是一项不错的福利。但皮肤收集玩家也不用着急，在音乐剧啊巡演结束后啊，这些福利都会上架商城，逐星追月，点券直售。其他福利啊，则以抽奖的形式获取。说到抽奖啊，那就不得不提一下妲己女仆咖啡了。它的3款星元已经返场，蓝莓慕斯礼包单个50点券，94次抽满必得星元武器芒果拍档和夏日冰岩480点券购买，4天之后下架。准备好迎接妲己的出场热潮了吗？那最后啊，第二款战队星元所属已经公布 ，AG 超玩会啊决定制作韩信的星元皮肤，预计在2022年下半年与大家见面，一起拭目以待吧。一个 ID 名为 KOUS 的新友留言道啊，看大仙玩的是歌雅，我自己玩的是哎呀。我歌雅真的玩的有这么好吗？哎呀，别夸别夸，容易骄傲的。歌雅的铭文出装和实战打法在新友 game 里全都有，输入姓名即可获得变强套餐，还不心动吗？赶紧去搜。大友公会96536，虎牙688，每晚7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